哇，看到没有，捞起来以后啊，真的是惊呆了，惊艳了，太漂亮了。像这种鱼啊，在某宝上面都是十多块钱一条啊。哎，在你手上，在你找到，没有啊？你还有两只，让它撞手了。大一的光头摸一摸。啊，这里还有。摸到。还是漂亮的。哇！好脏好脏好脏！刚才从这里过，才发现这个水源竟然有鱼。这只这么大的，马口，亮不亮？就这些。朋友们在这边呢，徒手抓鱼，我也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抓到鱼哈。快点！这里有个洞，你再放过来。大货！这里好像有。哎呀，好难摸，没有。我到上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哇，好多鱼啊！那个风扇没了，不一样。那个技术，在哪里？有一条给它跑掉了，抓到一条。那里是不是一个鱼洞？是啊，有个石头洞。等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。这什么鬼？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哈。哇，看这里呢，感觉上很浅，其实很深的哈。看。越来越深了，哇，好大一个石头洞！啊，抓了一个！能摸到，但是就是抓不稳。啊！没有到那个，落掉了，真的落掉了。啊！那你这几个就落掉了？两个。但是偷一张路上就反了，太过瘾了，抓了一个小时啊，跟朋友们一起抓的。大家，我们收获怎么样？大部分都是白条，晓得，哇，鱼也有啊，特别过瘾。
哎，刚才我还抓了有马口的，很大的马口啊，这小马口，漂亮吧？看一下，还有很大的马口。哎，我抓到那条呢，哦，像这条，啊，非常大的马口啊。哎，还会动啊，抓的就是很活，特别好吃啊。等一下呢，一起把它煮了吃了啊，现煮现抓，现抓现煮，现抓现煮。现抓现煮，特别重要。